我正常状态下是 work， 然后这一个是开关，这个电源总电源关闭，电源关闭，打开，电源启动，开始就是按一下这个开始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温度一，这个是温度二，这样子它就开始了。这个速度也是还可以，1分钟40几包。